他说三天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然后去海参崴啊，能抱就多抱一会儿吧，不然又抱不到这个小宝宝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周。昨天我和 Lida 散完步啊，他已经告诉我了他的决定，他还是决定要去海参崴那边去打工，去一个月。他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，如果我愿意等他的话，他一个月以后八月底他就回到布拉格维申斯克，然后带我们去他的老家。大家说我要不要等他，这个是我昨天录下来的视频。在路上的话，他让我教他唱中文歌啊，然后他也教了我唱俄罗斯歌曲。到最后分别的时候告诉我了这个消息，我也内心也挺矛盾的。如果你说等他嘛，就啥事也干不了啊，而且很累，等一个人很累。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就是你漫长的等待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人会让你身心疲惫的。所以我内心的话，我在想要不要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，也不要傻这样傻傻的痴情的去等一个人，就自己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啊，找回自己啊，就不要把时间耗费在这些事情上。大家觉得呢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的告别视频啊。我是老周。我是万里的。哇，你看 Lida 她这个记性太好了，我就是测一下她的反应啊，她马上就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了啊。一个俄罗斯女孩确实是很聪明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溜达一下。Lida 说教我唱一些中国歌，然后她重复着跟我学。OK， 教他唱一首什么歌呢？教他唱一首《红豆》吧。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散，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。这个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啊，有时候只能去相信，真的是有时候。我再教你唱一首《后来》啊。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 Yes, very good. 别练。现在他唱完中文歌了啊，又到我跟他学俄罗斯歌。Я счастье, смотри. Я все талис, кли-кли. 我的天啊，太难了这个。Счастье, внутри, три, смотри. Оно, с тобою. Да. 哎，算了，不要唱了。OK。呀，我唱的太难听了这个。啊，逗他玩啊。临走的时候李达好像要和我说点啥。他说三天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然后去海参崴。是的，他们回答了我工作的问题，我会离开一个月，也就是八月底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带我去火车吹。嗯哼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要让我陪他去海参崴。我没有搞懂，我再确认一下啊。你是想让我送你去海参崴吗？但我想我不需要自己去海参崴，我只想和我女朋友待在那里。但是之后如果你按我们的约定去啊。OK， 明白。Отлично。我明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等着。我愿意的话，我就等着他从海参崴回来啊，然后他带我一起去他的老家。
哎，兄弟们，好事多磨，我明白了。啊哈。我会先去别的城市旅游，等你回来之后，我再回到这里。Хорошо, окей. I go to Moscow, maybe. Moscow, Saint Petersburg. After, yeah, one month. Go by here. Хорошо, окей. 啊，能抱就多抱一会儿吧，不然又抱不到这个小宝宝。走吧。走。嗯。哎，这个。拜拜。给你。嗯。小宝宝。Пока-пока.